我们看到在上半局的时候呢，潜伏者一方是我们的 AG， 而保卫者一方的是零点。AG 是直接要从中路要直接 rush 上去，直接非常强势的三二打 B。 哦，你看，绝技的枪也是一如既往的稳。绝用的还不是火麒麟。这把新的 AK 33在用。屁股掉了。现在最后剩下 R 3了。哦，也是没有什么太大机会。我们看第一局 A 打得很快。 Mino 这个掏的就有点欠妥了，枪口不好。哦，第二局还是很快，因为很快的到达了中路前点。旁边是亮亮，而李思楠家居家在家里边，三三是回到了家里保护李思楠。绝技一个人在 A 点是看着有没有人前压的保卫者。 然后我们看现在 A 点，一点防守，打50 A 箱子打50。这边希尔打掉了绝技，同时是亮亮补掉了希尔。33是在 B 点防守，亮亮在中路。李思楠把狙架打到了 A 点大道。 保卫这边 ，Mino 跟 R3 守 A 点，那边是 YiYi 跟轩二守 B 点，等于他们的连接应该不是特别好，好像 YiYi 是打掉了亮亮 ，nice， 李思楠补掉了大米，大米发挥的不好，老容易漏，依旧是3v3的局。 又是 2v2， 双方这一打倒的打的倒是很激烈。现在是三三跟一万，一个是灵动的，一个是枪狠的。他们选择了打 A， 而 R3跟轩二 又偏向中路去 B 的位置，看来 A 点是可以占领的。 哦，三三跟伊文进了 A 小道，而 R3超过来了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，哎呦，回去了，这个太可惜了，他如果超的话非常舒服。哎，现在 A 点被轻松的占领，五秒下包。那他和伊文是选择一起去卡扎拉吗？看见了，从防守价位上看，肯定是潜伏合适。好像两个，两个轩二跟R3。 两个二枪法比较狠的选手，看到了，还有没有他？哎呦，直接拉了出来，但是对面的阵型更好。这样的话，阿三打掉了最终的阿三，打掉了三三。对，阿三打掉了三三。其实这个防守价位其实还是对潜伏有利的，好像似乎并不是要需要那么着急的冲出去。对。 那么现在双方在前一场好像是达成了1-1平，依旧是伊万跟亮亮堵在前边。这一个成熟打法就是林森在家守着，然后三三守 B 点，狙击手 A 点，然后亮亮跟伊万先压一点点，一个稳定的成熟打法。哦，一阵枪响。哎呀，每次一个不能注意点，我刚过来。 双方的枪搏都挺好。我不是等你，等我干啥？我不来你还不打的。伊文是摸到了比连接，哦，一打掉李思楠，这个很关键啊。三三依旧是在 B 点，他跟伊文没有形成呼应，这是不好的。现在伊文单干，这个很危险啊，伊文单干。
我们来看伊文现在是要摸上去，米诺应该在他的前方。对，伊文亮亮跟三三三个人没有呼应，这是很危险的一个架构，很危险。三三的位置还比较靠后啊。啊，果然是打架了。他们三个人没有彼此之间的呼应，这个太可怕了。徐二一个人就直接清理到这三个人，一个一个来嘛，对吧？非常强势。嗯。哎，我们突然喊了句"汉宫加油"，这是什么剧情？有点看不懂。现在一个人还是直接往中路去摸。哎，五个要 rush 中路，五个人直接和第一局一模一样，直接是从中路。哦，现在一个人去中，四个人直接转 B。速度还很快，但是轩二的位置不错，轩二的位置很好。一旦是回头的话，说不定能够取到很好的效果。对。看到了屁股打头呢，哎呀，两杀也是打掉了。熊二这局就很舒服了，其实这局挺危险的。看到了，哎，连炮掉了，不掉。我们看，其实 A 打快的话，还是零点还是有点不适应；打慢的话，零点还是很适应的。而且 AD 要走在一起啊，不能落单。来看这回合，三三先是往 B 的前点是丢了很多的道具，依然是在封中路。嗯，目测说打 A 了，还是亮亮和伊文在前边，像这两个队长跟指挥之间的这个牺牲精神冲在前面。现在是三二直接包 A 点是只有希尔卡在管道里，希尔可能会很惨。看换一个就行。换打掉一个，立刻跑，然后同时发出信息。啊，能不能打掉第二个？哦，打掉第二个，可以了，赚了，赚大了。哦，那他是偷到了阿三，队友没有能够把这个优势转化。大米在什么位置啊？一个千年大后路，你要去哪儿啊？直接绕到了潜伏者家，然后再往回绕。我以为他要去黑了城镇呢。绕的有点远。对啊。先走黑色，然后跨到了鹰眼，再跑回来。哎，李三这个枪打的真的是让人诧异啊！我们看大米这个位置啊，他就跟的太慢了。哎呀，太可惜了！这刚才应该也是大米的枪有问题，大米应该是先找到三三，但是没有能够打掉。这样的话，三三是完成了一个三杀，对，帮助队伍呢是拿下这一分。关键这个位置不对啊，你就差太远了。第六回合看一下 AG 的进攻。其实这一分拿下来多舒服啊。没错，而且这一分就应该是拿下来的，机会还是挺大。因为刚刚李三在卡住点之后的那个枪法确实出现了一些瑕疵。啊，伊文又是被一枪爆头。轩二在这里已经杀了无数次他们了。轩二发挥非常好，希尔也是能在这种逆境情况下一 v 二可以的。我们从现在队员的击杀比较就能看出来，现在在前六回合的时候谁的状态比较好一些。对，那为什么我们至少还要跟 Mino 呢？现在应该是看一下三三在干嘛会比较合适一些。啊、因为前六回合基本上是属于一个冲锋的炮灰。我们看见 AD 就是先卡着，争取能够打掉一两个。但是我们看林丹也是不动，你还卡不卡、啊？李思南在第六回合的时候拿狙了。三三里面杀了十个人，而伊文是零杀。好，先是拉了个枪械，然后让李斯坦把米诺给狙掉。其实就是不对，就是打法问题。你既然是五打三，你就守就可以了，何必要去打呢？三三被狙掉了。时间不多，李斯坦还是要往中路上，这个中路的位置。我们知道以前在活跃穿越火线线这个世界中有一个 K2 对吧？他当时是偷王嘛？为什么？因为那会儿就是大家打的并不火。哎，等到了李三这里是非常的有耐心，等了基本上有十几秒，立刻拿起三三的这个遗物，你说继续往前走。你说现在零点是不是冤不冤？哎，直接优势转化没了。李三真是有耐心啊，就是被人卡掉，硬等一从那个窗口出来。对，这又是成库队伍。哎呦，漂亮！
金钱王啊，已经不是盖的。好，一v一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一个大优势，藏了很久，在这里藏了很久。大优势葬送掉了，这一分丢的是非常的不应该。一个一个送，先是 Mino 送，然后YiYi送，何必去送呢？对不对？守就可以了。一文目前依然是零杀呀，嗯，这个时候跟 Mino 一样，跟 Mino 一样的，我刚说的两个比较连接对位，对位、哎、很厉害。这边希尔被炸得好惨，又一颗，白，反倒掉，打掉，三点没见，阿三应该是很难幸免遇难了。A 点是顺利占领五打四的五打三的局面。哎，还好，直接冲出去打了三三在绕后，嗯，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。打快肯定是对于就是 A G 是好，因为枪硬嘛。而且关键两个关键局啊，两个一拿麦之后挺伤的，要不然其实是四比，原来是四比三的，现在是五比二，被人反超，那不一样的。李斯南是先拿狙瞄了一下，随后还哎又拿换起了狙。刚才李斯南的那个二v 五就是太真的是太提士气了。有一个九哥，群二，两个人要去追他，这个是不是有点深？撤吧，给打了撤吧。对，撤就可以了。被 Mino 去补位，看一文又补到另外一位。哦，需要。正门，正门又李斯南狙没打着人，出来了。然后现在是二 v 三的残局，看这回零点怎么处理。零点，哦，李斯南一个了，两个 A 来两，没有穿到，被炸到了，哎，漂亮！非要去打他吗？他包也没装，非要去打他吗？没有必要吧？李斯南现在想走。对，李斯南跑一跑还好跑不及呢。李斯南现在如果再打掉一个，那情况又不一样。你看，非要让人家去有这个机会去当神，那怎么办啊？哎呀，还好，这个是不是对吧？你包也没装，你防守就可以了呀。李斯南已经是打得非常的出色了，但是其实这样的机会是对手给予他的。零点确实是享受比赛。其实零点枪法真的不错，而且状态也不错，就是缺乏一个整体的感觉。轩二在现在的发挥就是很不错，轩二和毅。一文又一个人走到有点孤军奋阵之勇的感觉，一个人又有点单。亮亮跟李森之间 AI 道，伊文在守着中路的出口，而三三是很稳的守着 B 点。难得三三这么稳啊！这个第二手这个眼睛挺难的，又漂亮，都亮亮打掉了 E 一个 AK 火麒麟 AK 打掉了一个瓦狙，很帅。第二要摸出去吗？哎呦，好，还想走还想走，你是别练自己了，好不好？啊、你真的是不如拼了。好 ，A 点这边的话应该是要集结一下，嗯，零点的反应也很对啊 ，A 七开始转点，对，时间还够。伊文跟亮亮你哦，可以包在亮亮这儿，那三三去哪儿？这是二十六秒，两个要两个，中路有一个，漂亮！哎呀，小包一 v 二的残局，时间不够了，时间肯定不够了，不要打了。
时间不够了。去 A 手就可以了。没时间了。嗯，喂，时间好，还二不够了，一零，我没有时间了，果然不够了。直接切刀跑。对，这个就对了嘛，就不要去别人打嘛。对，这个还是比较正确的。五比四，你这样是稳赢，你那样是给别人机会赢，那 对你想那个。那这么说，我也挺功利的哈。这个是。理智不叫功利。对对，你这个词用得好，理智。好，现在是集体中路必单接。从这个昨天这个潜伏者优势这个方向看，其实五比四还可以了。嗯，我还是很纠结那两分丢的。我扔炸，我扔炸。对，从 B 点已经开始往上打了，打了。我看 Mino 这个位置。他看哪儿呢？啊！二零二谁看不见谁？这就尴尬了啊！这就尴尬了，两个人一个背对背，漂亮。什么？那个姐夫怎么没有看到 Mino 呢？还跟绕一个圈绕过去？没有往下看，应该是搜点不是那么。我觉得他应该是先看的是保守基地，对，保守基地，然后转向的是保守点，然后再转回来看箱子。对对，看箱子，然后再转过去，这是发现的。然后米诺突然发现，哎，有人从后面来了。为什么啊？对啊，五比五平。如果拿两分就已经是七比三了，但是比赛没有如果，我又废话了。雨的狙，你看他看得哦，漂亮！这一局是很强势的呀，从那边是轩二压出来了，被森森打掉。感觉现在 A 这打法还是和之前没有什么太多的区别，在春节过来之后，很多队伍打法都转变成在进攻的时候以多打少。嗯 ，A 这好像还是比较依靠个人的突破，对，靠伊文，靠亮亮。三三后边李斯丹按。哎，我们看 Mino 这个位置绕得非常的好。可是他走了，离好只差一点点。一文已经是跑到了保卫家，一文跑得好深呢，应该能打到阿三。嗯，双方应该准备不足。看到了，嗯，果然是。哎呀，这么着一个一个被绞死啊！哎，安安包他这少完事儿，一 v 五拆包有点难，没了。来，站着，让他对了。漂亮，但是意义不大。小口。怎么又死在了？五比六，他们在上半局打得非常的纠结。嗯 ，HQ 好像也只是仅仅领先一分而已。所以我们看第一名跟倒数第一名，其实实力差距也不是分那么大，就差在经验上。而且我发现零点每次打得特别热闹，就气得啪啦的，又可纠结了。无论是跟哪支队伍打。都是有来有回，对，唯一遗憾就是每次都输。这边也是烟封了之后，意义也很聪明，是离开了中路。他上轮上半在中路吃了亏啊，被三三开始卡点了。三一直在这儿，但是他这个一共是十一局了，他偷掉了一次轩二。从击杀数者三三杀了十四个。亮亮十一个，那边是意义跟阿三，意义跟西二，每人九个，还有玄二。哎呦，这很平均啊！就是阿三跟大米一个队长，一个指挥，他们这个有问题。目测是要打 A 了，这个二三包 A 的节奏，三小袋。哦，变成亮袋了，进来了。哦，一 v 二，西二总是能够在这种情况下一 v 二挺好的，
但是他队友总是把这个优势葬送掉。我倒掉了，这个伊文他只打头的，哦，很可惜。补位的人呢？轩是哪儿了？啊，去 B 元包了。这就是李斯南，很猥琐，很猥琐的。啊，这个这好阴啊，李斯那个位置。完了完了，被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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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。哎呦，还说被阴了呢，完了呢。那么这样的话，双方是在上半局打成了6-6。嗯，李斯那个位置好阴啊，自己枪慢了。那这一局是杨曼卡，23，两个人是绝技跟李斯南架住了中路，看情况，这边是打 B， 但熊二危险了，要看见了，熊二好危险，熊二撤吧，不撤，不撤就。哎，效果还行，还要是拼掉一个，但是一款一还是对潜伏有优势。哦，转点，这是 B 的 A 技没法转点了，一个人换了就跟像一个插了一个眼一样。对，希尔现在是从潜伏家开始往后兜，希尔还是要卡一下，如果对手转点的话，他能够收获很多。嗯、但是目测的也是，他也对方也是没有想往回走的意思，还是打 B。还是在办公室里，就说不转点的话，他就能告诉自己的队友他们没有转点。对，但是现在什么有点梦中捉鳖的感觉啊，这局的、哎、西二好像是往回走打掉了一个，扑掉李斯南了，梦中捉鳖的感觉很好。哎，对嘛，又扑掉一个，同时正面，其实这局的胜利点在于西二身上。